好，来做一点练习。他说有人做浮力实验，没有秤的时候这样，方向盘这样子，它上面有刻度，你讲义上会比较更清楚。它上面有刻度，那个外面就到那个四的地方，全部是五十到四的地方，然后右边上去到了二的地方，那表示它浮力多少？浮力多少？这个就是考什么？考浮力就是减轻的重量啊。停车站借问，可爱，大美女，十号谁？你的答案，我告诉他在考浮力，就是减轻的重量。外面的时候到第四格，全部是五十，上面到第四格，然后套水到第二格，所以浮力多少 ？B 二 B， 请坐。你答案选的叫做 B。啊，浮力又是减轻的物重，所以呢，空气重的重减一重，空气重重多少？40，有多少？20，看格子看出来的，看他画的图的格子看出来的，所以答案就是20，40减20就20克重，这就是练习。OK， 下一个例题。啊，有一个东西空气中重500，完全没入是四栏，变成问密度，哇嘞，怎么办？最后的问题响起，最后问我密度有什么公式啊 ？D 等于 V 分之 m，D 等于 V 分之 m， 表示我需要知道什么？要知道 m， 要知道 v 嘛，对吧？啊，有没有 m？ 有啊，500克啊。有没有 v？ 没有 v 啊，要找 v 嘛。谁可以找 v？ 看起来跟浮力有关，对不对？那浮力有 v 吗？有啊 ，bvd 啊，对不对 ？v plus d 啊，浮力有没有？有啊 ，v plus d 啊，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以一体的密度啊。你现在全部都乘下去，那你是不是排开一体的体积就是我的体积？这样体积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全部都乘下去啊，所以就一样的，等于一样的，那就算浮力就好了。可是你要求 V plus， 你有个一体是水一，可是你没有 B 啊，你没有前面的 B 啊 ，B 怎么办？还有方法求 B 吗？还有方法求浮力吗？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方法求浮力吗？有啊，一定是减轻的重量嘛，空气重的重减掉地重的重，地重的重，啊，带进去就可以有 B， 对不对？那等于 VD 嘛，好，100，然后等于 V plus D， 所以 V plus 有多少？100，那就有质量有体积就可以求密度啦。对啊，密度就是啊，有很困难吗？应该没有很困难啊，想清楚就好了。还是在算浮力啊，空气中的重减掉一体中的重啊，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一体的密度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嘛，没有什么小西装。OK， 换各位，一样问密度。跟刚才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之外，其他完全一样，想法做法通通都一样。停车站借问，密度无瓦锥嘞。哎，该换可爱大帅哥了是吗？来换一位可爱大帅哥，当然，帅哥男，帅在哪里？帅哥男在这里。35。25大帅哥，你看 C3， 请坐，你选的叫做 C。 基本上想法做法都跟刚才一样，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最后求密度就问自己，密度有公式吗？密度有公式，叫做 D 等于 V 分之 M。 题目已经有了 M， 但是我还要找 V， 没有 V 怎么办？看看题目好像有一个浮力嘛，那浮力有 V 吗？浮力有 V 吗？有啊， BVD 嘛，
v prime d 嘛，啊，这一位就是 v prime 是排开液体的体积，可是你全部都泡在水里面，所以你排开液体就是我自己的体积，就是我要的体积，两个是一样的，很好，那我就这样做就好。可是这样做还是有困难呐、啊，因为我要求 v prime 啊，我知道 b 度是水是一啊，可是我没有 b 啊，我没有浮力啊，所以现在变成要求浮力啊。那怎么求浮力？还有二号公式求浮力吗？有啊，叫做减轻的重量，空中重减掉体中的重嘛。然后呢，就往里面带哦，浮力叫做二十。然后 BVD， 所以表示体积也是二十，那有质量有体积就可以求密度，来五，反正是五，就算出来了，就这样子，够简单吧？就这样做就可以了。好，有人有问题吗？没，很好。